提醒大家要节约用水了。经济部宣布，如果未来这几天中南部山区没有明显的降雨情况，3月20号开始将要对高雄实施第一阶段限水。水利署表示，高雄地区3月20日水情灯号将会转为黄灯，实施第一阶段限水。针对限水部分，包括农业用水将会打折因应，常态供水也会采取减压。至于是否会采取更严苛的限水措施，则将是5月梅雨季是否能带来更丰沛的雨量解决旱象。